在我后面。对啊。OK 吗？可以随时躲起来。可以吗？好，可以啊。哎，你开始。好好，那所以好，首先。哎，我说穿外套。哎，我外套忘了穿。好，那我换一下。Sorry， 穿外套。跟他们站好。等一下，你讲。所以你们今天是串通好，大家都穿高鞋，然后是高鞋。都没跟我讲啊，好。好啊，没有。哎，好啊。好。香港在线，你是要拿这个？不用。不用。没差。好，好来，好，嗯，那先秀一下你的鞋跟，下我就秀一下腹肌什么，鞋跟，那你是怎样的？站在蔡凡旁边吗？也不是，我最近想要有更高更远的视野，可是你今天很称职担任女主角的部分，对，因为女主角也穿太高了，很会耶，对，一定要脱一下，对，脱一下，你们还是他比较高的，还是思雨比较高，还是思雨。他应该最高的啦，鞋子最高啦，啊、身高不是最高。太猛，我不知道哎、欸，这个有几公分？这个有十，有吧？有人考虑过柏林的身材？很好啊，之前不知道吧？我完全不知道大家要穿这么高哎、欸，然后应该还没有，应该也没有比他矮吧？还好还好，那就安全安全。而且你们票房公约就这样塞给你们？对啊，对啊。好啊，破亿真的 OK， 穿女装一亿不行，太少了啦，至少要五亿吧，哎呀，对不对？大家一起冲一下啊，对不对？对。然后因为那个今年的贺岁片的部分，就是因为有很多都是跟抢劫有关的，香港有郭富城的那个临时劫案，也有刘德华的莫斯科行动，要不要最近有人精神喊话一下？因为就是因为也是同样抢劫的类型的电影。导演的。导演，这个好难回答。你刚刚不是说一定要看还钱吗？要看还钱，看完还钱再看其他的。应该说我们现在这个主题最适合啦，过年不欠钱嘛，所以先看还钱再看其他的，好不好？对对对对对对。嗯。可以吧？那其他人要讲一下。没有啊，就这只看还钱就好了。对。然后看完再看其他的电影。对对对对对。欠过年，登记要欠过年。哎签，他每天都像已经结婚了。对，啊、对，每天睡醒都在签一次这样啊。每天交作业好。是吗？没事。辛苦了，辛苦，就是完全。我不会。对，好，不会，不会，不会，每天都全新的一天啊。刚刚有喊话康仁啊，还是没有？你说要让他穿什么？就是康仁想了一下，伪装他穿过了。对啊。好，我穿，我穿。我觉得哦，你到了吗？可是高叉这个我不行啊。这套叫什么、啊？这套叫什么？叫做我等一下去。这个男生穿这个会不会会超怪的？我穿应该很好看。不要。腿很长哦。啊，如果导演要陪我穿，我想一下。要走猫步吗？你们四名大盗一起。好，想看。哎呀，有义气啦！想看，想看。我们穿起来会像日本那种综艺节目，超怪的。会现在不准笑那种感觉。真的？我不知道哎。还有没有一种滤镜，就是直接头就是有那个，就 AI 神。先看一下，假装直播，然后就是。先冲一下，先冲一下，不要防。对啊，冲个。想可以想一下，可以想。对啊，无意啊，怎么样？好。啊，好，哎呦，差不多，差不多。无疑今年有两部电影要上啊，那就是有没有？就虽然说都是不同，所以有没有觉得今年特别忙？每一年都很忙，然后就希望大家来看还钱。我现在已经有点忘，不知道我在哪里了。不，就是大家来，希望过年来看电影这样子。嗯，重点就是要看还钱。对。嗯。哎。OK，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三年快乐，三年快乐，三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香港贺岁喜剧还钱的台北首映会的现场，给我们目前躲在后面的主演跟制作方一个热情掌声加尖叫！
哇，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大家非常有元气哈，即将要来迎接龙年最强的贺岁动作喜剧。这部片我已经看过，听说后面很多主演们呢，他们还没有看过完整的内容。那我相信各位只要看到这部片之后呢，龙年真的是开开心心。有没有看到我今天穿的衣服？今天穿的是像那个银行抢匪准备要去抢劫的衣服。我告诉各位，今天这部电影就是要来抢各位红包里面的电影票钱哈。告诉各位，给我们台湾电影一个非常热情的掌声鼓励一下。真的很多，竟然是我们的主题曲的演唱团体。刚才大家有听到这音乐吧？啊，这是掏空由美秀集团来创作来演唱。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先欢迎美秀集团出场？欢迎美秀集团。现场的朋友们，请我们美秀集团的所有团员们呢，来先拍一张合照哈。来，美秀集团，大家比个小爱心哈，比个小爱心。小爱心同时除了对这部电影的爱以外，也是代表 money money 的意思。还钱还钱，希望还钱还钱，这个电影票房盛况空前。好，看一下左手边，好，大家请看左手边。好，来看一下中间下排。好，右手边也看一下，先看一下右手边哈。好，还有哪边需要补画面、补照片的吗？中间正前方看一下哦。听到这个，很像是港片、日式动漫啊，各种不同风格混合在一起。来，左边再看一下，左边再看一下。等一下，我们从左边慢慢一路再看到右边，再看一轮。好，那我们从我们挥挥手哦，从最左手边开始挥挥。今天的吉祥话，祝福一下这个电影就好。我们麦克风可不可以给我们的美秀集团这边？好，代表发言好了啦，四个人都讲，我看你们好像蛮害羞的。好，祝大家 long time long see， 好运恭喜 with your 力，龙年行大运，谢谢。哇， long time long see， 好运恭喜 with your 力。好，那对于这个电影呢，有没有祝福的地方可以讲一下？好，祝福这个票房破亿，破亿，而且龙龙哦，就是希望能够炮声隆隆，真的让大家都听见哈、哦，这部电影的声势非常的厉害就对了。而且呢，这部电影的这个主题曲《掏空》由你们这样创作出来，相信未来拿奖可能也是势在必得，对不对？全部都把它掏空，全部都掏空，好、哦，电影票钱掏空，奖项也掏空，都把它带回来，不止还钱，还得掏空。哇塞，哇塞，好、哦，这个野心非常的大，我们给美秀集团一个热情的掌声鼓励。好，那美秀集团等一下也会跟着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首映会的部分，然后那等一下就邀请各位，那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美秀集团，先回到后台休息一下。今天人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哈、哦，不同甘草角色穿插在其中。我们现在来邀请两位呢，在剧中呢戏份其实不亚于主角们，每一个都非常抢眼的，欢迎吴志庆、大飞还有何思静。右手边有挥手的我们的摄影大哥大姐哈，来看一下下，来还有最右边这边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以及楚楚可怜似乎会有一些跟主角们特别感情纠葛的角色，左边看一下。好，看到哪边需要补照片的吗？靠近一点，靠近一点哈、哦，不要让人家发现其实有心结哦。好、哦，来左边看一下，左边看一下。再来请问一下两位，好，中间再看一下，中间再看一下哦。好，我们最右边也看一下，左边。好，那我们麦克风交给大飞跟思静，我们先由两位来介绍，简短的介绍一下自己在片中饰演的角色，从大飞开始。好好好。大家好，欢迎来这个龙年最强贺岁档还钱的首映会。然后我在里面饰演的是康仁大哥的小弟弟。哦，对，小弟就是小弟弟，小弟弟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上面还有一个哦，所以我是小弟弟。因为中间还有一个高音轩的那个，对对对对，对不对？啊，中间还有一个小弟，你是小弟弟，我是小弟弟。
然后剧中其实有很多搞笑的桥段，等一下来问你一下，思静也介绍一下。我在剧里面饰演的是小安，然后他是一个银行行员，个性蛮活泼的，然后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哎呦，但是其实说是银行行员啊，剧中跟蔡凡熙有一些相互交错的那些互动的环节，是你们两个一起演了很多蛮搞笑的桥段。那为了演这些桥段，演喜剧的部分，蔡凡熙有没有用一些方式让你放松下来？哎呦。他在书画间的时候就是很怎么了？怎么样？书画间很陶醉的讲冷笑话。然后在我在拍摄的时候，就大概知道小高是个怎么样状态的人，就蛮帮助我的。因为凡熙饰演的那个角色小高，骇客小高啦，很爱讲冷笑话。那刚好遇到这个小安呢，哎，好像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呼应的。我们尽量不爆雷，但是跟他其实似乎刚好是不打不相识，遇到了也蛮配的这样子，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那大飞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哎，预告笑点最后坐在你身上，哎，是不是？谢谢导演，谢谢导演。对啊，哎，跟吴康仁一起演喜剧，你会不会觉得很兴奋？其实是这样讲哈，因为康仁哥演喜剧，我们。觉得他绝对是驾轻就熟，但没想到他私底下也是这么好笑。哦，私底下是这样子的，他的鬼点子很多。他时不时就蹦出一个说，哎，那我们等一下怎样怎样，那我们等一下怎么怎样，然后我们就讨论完之后，哎，我们就玩出一个还不错的火花的。哇，所以呢，跟吴康仁一起演喜剧，接下来我相信其实大飞他，我们一看完视频，我马上打电话给大飞说，是演得真好，那个角色啊，对对对，动作啊什么，其实亮点真的都在大家身上。我觉得剧中没有小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是亮点十足。没错没错没错。我们掌声给大飞跟思。谢谢两位，等一下跟我们一起来看首映。接下来阵容群哦，这个阵容群不仅仅是目前的演员们，还有幕后的制作单位、制作方，每一个都是强强联手。等一下呢，我们就要用力的掌声尖叫，欢迎所有促成《还钱》这部电影的幕前幕后出场。各位热烈掌声尖叫欢迎监制叶如芬。
接下来这边要好好来访问一下，好看到这么多厉害的演员，还有我们这些不管是在电影圈啊，还有戏剧圈，光是耳熟能详的名字，就知道说这个作品真的非常非常让人期待哈。我们先访问一下导演王鼎麟好了，鼎麟导演，对于这部片即将跟大家见面，在农历年要跟大家见面，有没有什么紧张的心情？其实当然，我觉得对票房一定会紧张，但我们这部当时拍的过程，其实真的非常开心，非常愉快。其实，然后这部的初心就是希望可以在这个农历年带给大家很多的快乐，所以希望我们现场的快乐会透过这个电影传递给大家，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如果说要说服大家，用一句话说服大家去看这部电影，在农历年间不要选其他，就选这一部，你会用什么样的话来说服大家？过年不欠钱，所以一定要还钱，然后所以一定要来看我们的还钱。欠钱不能欠过年，想还钱就来看还钱。哦，哇塞，谢谢鼎麟导演，非常厉害哈。那我们也来问一下两位监制，其实两位监制在支持这部电影上面鞠躬绝尾哈。我们先问一下，喜剧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要拍成动作喜剧电影，我们想要了解一下两位。我们先问一下如芬姐好了，你觉得这部片在喜剧层面上面如何抓住大家的笑点神经呢？对我来讲是这样，就是说做电影那么多年，但很难得，因为这部电影我们是继第九分局后跟王鼎麟导演的第二次合作，那没想到他端出来了一个这个概念非常新颖的一个还钱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偷钱啦、抢钱啦，但是没看过抢过还要还回去的。对，我就是因为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然后在整个制作的过程，然后他跟演员们又都玩在一起，很青春活泼，变得我跟他们在一起，我也变得青春活泼，然后热热闹闹，因为我们在农历贺岁档嘛，所以想当然尔就是一个非常快乐、很开心的一部好看的电影。无非就是这样子，对啊，不会啦，你还是很青春活泼。你看，很少人会在宣传的时候贴一张1000元在肚子上面，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一直在，大家都要比说，那我们还钱 T 恤要有什么特别？因为大家每次电影首映都穿一些 T 恤啊，电影的片名啊。那我就想说，那既然讲钱嘛，我就贴了一个1000元钞票，看看能不能多赚一点钱。我们多赚钱才能继续拍好看好玩的电影啊，对不对？是的，对啊，谢谢大家。那来问一下另外一位监制博翔哦，那这部电影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最推荐的是什么？太多点了，太多了，这个东西不能现在讲会破梗吧。那你就讲一个字 everything 就可以了，对不对？ everything OK。眨眼睛好不好，我说个眨眼睛，这个关键字。好，有一些彩蛋我们两位呢不方便说太多，但是大家进到电影院来看就知道了哈。那我们现在五位主演要来好好的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我们是不是先从柏林哥这边开始？Hello， 我在里面是饰演张伯俊，然后就是窃盗集团的什么样 leader 吗？首脑这样子。首脑 mastermind。对对 mastermind， 然后所有的 idea 都是由我发想这样子，主要是。就是这样OK， 因为不能讲太多啦齁，会爆雷。那思韵这边呢？嗨大家好，我是蔡思韵，我的角色是柏林哥饰演的伯俊的前女友。哦，前女友。她是一个银行的乡里，然后遇到 这群世帅来偷钱，然后因为发现我是前女友这个身份要还钱。哦，所以会有一些可能互相利用的环节在其中了。没错。好，那下一位明忠哥。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明忠。我在《还钱》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兵叔，那他在戏里面呢是一个千面大叔，那经常会依容其他的角色，然后去打听目标的一些状况，然后才轮到其他的成员出发。非常特别，在剧中呢，其实有很多有挑战性的一些演出啦。是。好，那凡希这边。大家好，我是蔡凡希，我在《还钱》里面饰演的是。最聪明，然后最爱滑交友软体，然后最爱讲垃圾话的小高，他是一个顶级骇客，对，就是所有关于电子的东西就难不倒我。好 ，OK， 这部片呢，在可以听到很多小高的冷笑话。接下来是本片的第二女主角哲熙。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哲熙，我在片中饰演的是文浩，伯俊的现男友，然后也是这个窃盗集团的打手。就是为了兄弟，我可以解决任何的人。是为了兄弟我可以，还是兄弟我可以？意思应该有一点点差别。都可以。剧中其实，在开场戏就有很多很多巧妙的一些安排跟彩蛋啦。我们先来问一下下，就是柏林哥这边，就是这一次演出啊，宣传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跑遍很多地方。前几天发生一件事情，你缺席宣传，然后你们的好兄弟啊，直接告诉大家说，如果破亿，陈柏林要穿女装。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赌注，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发下宏愿？那天我缺席吧。对对 对, 对。那今天谁缺席？谁有谁？我问一下。显然，吴康仁。对啊，那如果播吉的话，那吴康仁要不要来一下？他说吴康仁穿女装啊，他好像穿过了，大家看腻了，你知道吗？真的吗？我的没穿過，好多次看到穿女装。你看，可是他们是叫我穿这个、欸，哎，哇，这我怎么可能啊？哇，要不然就大家都穿啊，大家都扮一下、啊。好、啊，蔡文熙怎样？我穿起来会像成人尿布哦。我们先破，然后再看看怎么样。好，先破，好，没问题。好，那接下来其实演喜剧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思韵之前我们看到你在返校上面、啊、演的角色，哎，大家会觉得说哇，是在演比较有气质的、文静的这种内敛的角色。这次演喜剧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就被大家发现我的真面目啦。啊、私底下就是一个。像舒文一样的女生哦，就是其实是还蛮能够放得开的、啊、是的，不是那么大家想说、很有气质的一个状态。嗯，尽量保持气质啦，就在抓这个 balance、哦、要怎么样保持气质跟能说能放。嗯，对，就不要太强、okay. 还是要又有点气质。我相信可能已经被旁边的臭男生们影响到，也是有点康康的状态了啊，影响太深了。好，那我们继续。真的很多，那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在群戏的那一些戏，嗯，对对对，大家都在抛接的时候真的很好玩。那些抛接是即兴居多还是脚本居多？我们脚本有跟脚本，但有时候突然一个演员会即兴抛出一些表情啊、梗啊，都是大家笑翻的。但而且有时我们常常会发生每一个卡、每一个 take 都不一样。嗯嗯嗯，这真的很好玩。拍了很多个卡，想说最后留哪一个最有效果的下来。没错。好，大家期待进来看看，到底说明中哥塞了什么样的一个小彩蛋在里面啊、哦？那凡希这边讲这么多冷笑话下来、嗯，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冷笑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很深刻的吗？现在人，我也想讲一个啦，但就是我讲了、嗯，大家不要骂我，然后我首先跟大家说对不起。好，先道歉可以，避免被延上。可以，这不是以上我的言论，我只是借用别人的冷笑话。不要乱讲一些。有点色啊，有点色。好，我们可能蛮喜欢听这种东西。那我先对不起哦，那个要剪进去，如果有剪的话，对不起。好，我来讲了，如果姐，对不起。你是看伯恩秀吗？没有，这个是合家观赏，我觉得可以合家观赏的啊啊啊！谁的精子里面有人？啊、金子，你说 gold 吗？哈，金块里面嘛，哈，金块里面有人，男性对 对男性的。我再帮你找台阶下，然后你直接啪啪啪把它拆掉。啊、对对，那个金子，对对对对对，够、啊、不讲了，不讲了。好，大家可以感觉到，在剧中小高就是一直不断丢出这样子类型的冷笑话，哈。还没讲完。你答案，我跟你讲，答案进戏院再来看，好不好？哎，我里面没有讲哎、欸，你又没有讲，你又把我的台阶拆掉，啪啪啪拆掉。没有，其实剧中呢，凡希饰演的小高哈、啊，这很多这种不同的冷笑话，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蔡凡希那种碎碎念冷笑话的那一面。那泽熙在剧中呢，我刚刚提到说第二女主角，你又讲说自己是现任男友，对对对，你觉得演这个角色有没有很有挑战性的地方？其实这个角色就很简单，很单纯了。我现场就是博俊向日葵，就是只要柏林走到哪里，我就一直看到哪里，然后他讲什么话，我要有反应，然后。蔡思韵演的舒文的角色，我就是负责讨厌他，就他讲什么我都反对，就这个角色很单纯。你要把自己放到真的是哎，好像会吃醋的那种感觉。不是好像，就是在吃醋，就是在吃醋。真的很好玩哦，里面的角色的这个塑造都非常的有趣。我觉得我们时间有限，不如最后我们代表一位跟大家讲一个龙年的吉祥话，祝福大家进到戏院看这部《还钱》呢非常吉祥。要不要大家一二三一起指一个人？导演啦，一二三，好，来导演，就把最好的那个讲完了。你刚刚在后面炫耀哎、欸，对，刚刚有 Google 哦。希望大家这个过年大家都是运气龙来，然后希望大家看我们这部电影之后会非常的以我们为荣。哎呦，以我们为荣，以还钱为荣，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好，听完我们还钱主创团队的这个贺年推荐，还有在剧情当中的一些小彩蛋等等啊，那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个仪式，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说希望能够破亿，让陈柏霖穿女装，所以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个票房破亿仪式。我希望大家都够高，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先拍一张合照，好，这个气球还是完整的状况之下，上面呢就是九个字组成一个一亿的数字，我们一起看向前面，先不要搓，先不要干嘛哦，好，先看前面啊，正前方来拍一张，三、二、一，好，左手边看一下，左手边看一下哦，左边看一下啊。好，右手边看一下，右手边这边。好 ，OK，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请工作人员将我们票房破亿气球的引爆道具交到各位手中？是的，各位请小心，在你们的身旁有很多的爆炸性物品。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的环前剧中呢也有很多的爆炸性场面，不管是剧情爆炸的场面、非常爆炸的转折，还是真正的爆炸画面，都非常刺激。等一下，我倒数三二一，听到炸，炸这个字之后再戳破它啊！对对对对对，先别字，先别字，要听我的指挥哦。我很想站在这个地方指挥，但因为炮口直接对我啊、哦，你们等一下映后那个要找别人主持，所以我会站旁边。听我声音哦，听我声音哦，听到炸的时候再戳啊、哦！来，看一下前方，先看一下，先看前方，先看前方啊、哦！以防万一炸了就回不来了，我们直接炸裂，让大家看见环前的惊人成绩。准备，左手边看一下，左手边看一下哦。正中间，正中间。好，中间也看一下，中间也看一下。好，右手边看一下，右手边。龙年最强贺岁动作喜剧环前即将进行破亿祈福仪式，好，各位准备好了，那我们现在举高你们的手上那根针啊、哦，等下听到炸哦，三二一炸的时候炸再戳下去哦，准备，龙年贺岁最强动作喜剧，三二一炸！啊，有水有水，没有遇水则发 ，OK 了嘛？好、哦，来，那我们是不是请出席团也回到我们的舞台前面来，跟大家一张大合照？幕前幕后，从电影主题曲到制作到演出所有的人，请我们工作人员稍微引导一下大家。哎，现场这边我们往左手边好。看看卢芬姐多不浪费，这些一千元直接捡起来，等下都捏在肚子上面了啊、哦。好，那这样子，我们前面。我们市民大道团，市民大道，好不好？市民在剧中的大道们，好，往前一点点，对对对对，这样子哈。好，我们要再来一张大合照哦。好，小心哦，小心。好，前面大家为了不被遮住，都穿很高的鞋子，小心拐到脚。接着我们正前方，三二一。好，右手边看一下啊，一起看一下右手边，大概两点钟的方向那边。来，右手边。好，左手边看一下，左手边看一下啊，左手边看一下啊，左手边。好，稍微往右边回来一点点，我们等一下巡回哦，现在从台北出发哦。中间，中间看一下，来到台中，中间，中间。好，高铁台中，目前是。好，来，往下移动，往下移动，到高雄，高雄，右手边，右手边，左宁往左宁的方向，看一下右手边啊。好，好，再回到我们大概是桃园的位置，桃园的位置。正前方下台，再看一次，正前方下台，这是我们龙年贺岁非常动作喜剧，哇，前面神的现场。好，笑，大家笑了，灿烂出来，灿烂出来。美秀集团笑得多开心，我们主创们动作都很好。好，我们掌声给我们幕前幕后所有的主创团队们。那我们请，好，我们一起看一下剧中有没有那个手势动作什么的比出来。好，看一下中间下台。好，好，下台左边，下台左边。右边也看一下，上台右边也看一下哦。哦，很多人，你们看想要
准备要施法一样，拿的不是钱是符啊。右手边面向右手边，举起手的写大哥。好，他们哪边需要补一点的？左手边，左手边，左手边，大家看左手边啊，灯光下面那一位。好，左手边看一下哦，我们再巡回一次哦，从左手边开始，左手边。中间再看一次，中间再看一次，正前方对，就是正前方，大家一起向前看，什么前？团结，然后继续往我们右手边走到右手边，右手边，右手边，右手边。好，这是巡回，一路到了左边的 OK。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台上紫罗四名大道，我们请紫罗公主，我们先到旁边先休息，四位，十二。四名大道，我们一起看一下走吧。正中间，我们这边正中间哈，帅气的四位，重要的四名大道这边。我们李明忠，还有今天李哲熙，上台中间，上台左手边。